这么大声音呢，不对劲儿吧？我把这个视频我给技术了，这个声音好像不对劲儿啊。这个也是那个声音吗？这个泵也是那个声音吗？这个泵差不多，等一下看一下，再一会儿也会有。群众这边，以后不能给自己晓得是中了嘛？他不太然后这个泵的作用是什么来着？嗯，这个泵是加酸的，就想把那个泵加。那个是比较多，那个是吃的就。没得钱，你开吧。这是一整套流程啊，就是这个是试，这个加的是样本加水吗？啊，不是加酸吧，一定要加酸啊。我的意思是就是说，如果在正常使用过程中，这个加的是那个试剂样本，然后再加酸，然后再指甲酸和水啊，要不是手工加的，不是手工加的。哦，要不是土啊，有的是食品啊，有的是放的。哦，就是说这个瓶子里面可能已经有试剂了，是吧？已经有土了，要一定要样品了。